最后为什么先最后还是一定要讲到资料库？因为基本上第一个哈，城市如果没有资料库的话，等于你那个城市几乎用处就会非常的受限，因为所有应用背后都会有资料库，因为你要产生一个结果，你要储存起来，而且你最后要产生报表，你产生报表没有资料库，你怎么储存？你怎么产生报表 ？OK， 好，所以特别是这第一个啦，啊，第二个的话哈。还有一些哦，所有的程式语言哦都会慢慢改变，比如最早期哦，可能有 C、C 加加、Java 等等的哈，或者是早期我最早是写 VB、ASP、PHP， 反正一堆程式语言都会改变。手机有手机 App 了哈，但是不会改变哈，就是资料库，一定会有，而且资料库呢，如果你要跟它沟通的话，你就记得哈，一定要学会一个语言叫 SQL、SQL。这个就是你跟资料库沟通的基本语言，反正呢每一种资料库啊，它都看得懂这个 SQL， 也就是资料库里面的共通语言。好，然后呢今天的话最后啊，我们一定要学会几个啦。第一个，你要如何在 Python 里面建立资料库， OK， 好，那资料库建立完之后的话呢，你要怎么样再把资料放进去？那放进去的话特别重要，它的结构一定是资料库里面可以放很多资料表，资料表里面有栏位，那这栏位有点像 Excel 啦，反正你看几栏，比如说我们刚刚会员有五栏，那你就要建五个栏位给他，好，然后五个栏位呢，你再把它新增到里面去，比如五十个会员就新增五十个资料，那最后再把它读出来，所以新增、读取、删除、修改，大概是会有这四个哦，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新增、查询、删除、修改，那大概这些会的话，理论上资料库的应用也足够了。好像以前写一个进销存系统，主要就是用这四个，大概就够了，有没有？比如说你要新增一笔订单，有没有？或新增一个客户，然后如果你要把资料调出来，不就查询？啊，如果这一笔 OK， 你可以把它删掉，或者把它搬到另外一个 table。那如果你订单有错误的话，不就修改？大体上哦，这四个步骤应该就够了。可是要怎么做？首先第一个我要学会啊，新增资料库跟新增语法写入资料。那这边有个范本，不过这个范本哦，如果要叫你们自己 key 的话哦，可能会出很多问题。所以我建议啦，一样哦，你可以到那个云端上面找到哈，这个在我们的哪一个云端白板里面的那个第五个单元啊，第五个单元里面。的比较下面，因为这个资料库大概在第43页的地方哦，这边还有配置，总共60页 ，OK，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云端的讲，算是讲义了哈、哦。那里面的话呢，就有这个新增资料库这一部分，然后你就把这一段哈、哦，我先建一个什么，建一个 module 名称吧，也许叫科学人一好了，也许在这边先建一个，按右键 new 一个科啊。Module， 然后名称也叫 Cursor 01， OK， 好，名称可以自己取，按 Finish， 再来的话这边 Cancel 掉啊，把这一段程式啊，也许你把它复制，我们待会用这个来当范本来改会比较没有问题，因为大部分建资料库的流程都一样， OK， 啊，我大概解释一下啊，首先第一个啊，我们要先 Import， 有没有 Import 一个外部的一个模组叫 SQLite 3，这个 SQLite 3呢，其实就是在 Python 里面的一个小的资料，小型资料库，它有点像在 Office 里面 Access 啦，啊，它最后会产生一个资料库，副档名是.db， 所以呢，我们要先 import 它，啊，再来的话，我要建资料库啊，我就利用这个 SQLite 3里面有一个方法叫 connect， 顾名思义嘛，哈，我要连线。那后面的话呢，加上这个资料库的名称，我这边取叫 cursor01.db 嘛，啊，名称可以改没关系 ，OK。那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哈，它就会帮我把这个资料库啊，顾名思义 connect。不过特别注意哦，它这个还蛮有趣的哦。如果你这个资料库第一次新增，如果不存在，它会先帮你，它会帮你建立。可是如果它已经存在了，它会帮你连线。哎，所以它这里面其实是。比较有一点弹性的 ，OK， 所以像以前如果写别的语言哦，它没那么简单。如果不存在，你要判断啊；如果不存在，你再新增；如果已经存在，那你就直接再连线。然后它自己要写逻辑，啊，它不用，
它会自己帮你判断，然后呢，它会帮你产生一个物件，叫做抗物件。这个抗物件主要是针对资料库的。OK， 那底下的话呢，在抗物件里面有个方法，就是cursor，这是一个方法。好，啊，这个方法主要是什么？连接里面的这个cursor，其实指的就是里面的资料表物件，资料库物件叫抗，资料表物件叫cursor。好，不过cursor可能英文意思是游标啦，不过你不要，你反正就是知道它其实就是对应到资料表物件的啊，资料表哈的一个资料表物件。那我们这边有个练习，就是接下来哈，因为我有连线了，接下来我需要假设我要一个练习，就是什么？我要能够让使用者哈填什么？填那个电话号码，哎，电话号码，然后呢就两个栏位好了，比较简单，一个栏位是编号，一个栏位是电话号码。OK， 那不过我要让它填进去的话，第一个哈，我要先 create table。OK， 那 create table 后面的话，记得哦，我就加什么？加一个 table 名称。哎 ，table 就资料表，名称的话 table 01。那这个其实可以拿掉。如果你假设你要连在一起的话，啊，再来的话呢，括弧里面的话两个栏位，一个栏位叫 number， 哦，就是编号；一个栏位叫 TL， 哎，就是电话。OK。这个是栏位名称，这个是形态，我要放什么？假设哈，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的话，你其实你干脆用 text 就文字最简单，什么都可以，就跟 Excel 一样嘛。Excel 你他也不会问你说你要什么形态，反正打上去都可以的话，那你用 TST。但如果里面的话哈是数字的话，你可能要改 integer， 有小数点叫 double， 日期时间叫 daytime。不过暂时我们先用这个好了，待会我们其他范例会讲哈。然后呢，再来的话呢，用cursor里面这个资料表物件哈，里面有个方法叫 SQ 就执行，哎，顾名思义嘛，把意思就是说把这个 SQL 语法哈传递给资料库了，啊，就是说意思说哈，你帮我跟那个资料库讲一下 ，SQL 还是要跟他讲一下啊，你帮我怎么样建一个资料表哦 ，OK， 然后呢，里面有两个栏位。哎，不过哈，特别注意，如果你执行第一次，假设这个不存在，那 OK。可是如果你再执行第二次的话，它已经存在了，那这一行会挂掉，因为资料表名称不能重复哦。所以哈，我在我的讲义里面有在这个前面多写一个叙述，叫什么 ？if 什么 ？not， 然后呢 ？exist。OK， 啊，这个意思是说，如果它不存在的话，那就帮我建立吧。啊，如果已经存在的话，那就帮我打开就好了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也是类似像刚刚这个上面叙述一样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在 Python 里面的 SQL 叙述充满着弹性。OK， 应该叫程式里面越来越有人情味了。不然如果这个以前没有的话，自己写麻烦。OK 哈，好，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？哈，然后就建了一个 table， 所以基本上的话，它这个如果用图来看，连线一个资料库，然后在这里面帮我建一个表，里面两个栏位，然后呢，再用 insert into 的叙述 ，insert into 是加一笔记录 ，values 就是它里面的值，一跟这个就帮我把它什么放到这里面来，它就产生第一笔记录了。OK， 然后也是 execute 它，就把资料放进去，然后 commit 就确定了，确定我要新增，然后 close 这个资料库，然后把它执行一下。这个时候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已经新增了一笔。哎，看一下，他说啊，打错了，啊 ，ex 什么 ，ita，this， 啊，所以这边的话啊，应该是。is it STS OK 啊，这也不能打错 is 啊 OK， 然后呢，如果有错的话，他会叙述跟你讲说啊，你这个语法好像有哪边有错哦，所以你检查一下啊，这边有错，他会告诉你 OK， 把它执行一下啊。如果执行没错的话呢，他没有任何的错误讯息。哎，不过其实比较贴心一点，就应该你把这边加一个什么，加一个 print 啊，比如说写入成功之类的，这样的话呢，可能会更友善一点哈。OK， 但是呢，这边其实可以再改一下，改哪里？如果我今天希望哈，这个编号，如果我现在在执行的话，
你会发现呢，它一样会再新增一笔，可是呢，这个编号变两个编号都一了，所以这样好像不合理吧？哈、哦，还有呢，我们如果说已经新增了，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？哈、哦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跟各位介绍另外一个小工具，你们可以到云端，哎，不，到我的云端上面找到补充资料。补充资料里面的话呢，有一个叫做倒数的第啊、这个地方，倒数第二个吧，哈、哦，有一个叫 SQLite Browser 这个小工具啊、哦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说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新增那个这个资料库，但是我要现在打开来的话，我看不到，哈、哦，啊，它其实在哪里？你可以在这边哦，这个档案哦，它会在这边按右键，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，F5。这边就出现它了，哎，要特别注意哦，它已经存在了，只是说你现在、哦、把它点两下，它看不到内容、哦、它有点像 ACES 嘛，你如果要打开它的话要 ACES 的那个工具，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04的补充资料里面的这个 SQLite Browser、哦、记得把它按右键解压缩一下，解压缩至此就好。这个小工具的话好处就是说、哦，有点像 ACES 可以把它打开，这个没安装的把它打开，然后你就 open 它，告诉它说呢，我的那个资料库呢是放低碟底下，因为我好像是放在那个啊、哦、这个 Python 的 workspace， 我有一个专案叫 test 啊、哦，在 test 里面 src 里面的话呢，就会有一个什么，还是这个什么 cursor 01.db， 我把它打开。啊、各位可以看到哦，这个时候有没有这个页面？第一个、哦、叫 data structure， 它就会出现呢。你这个资料库有没有？资料库就档案里面会有资料表叫 table 01，然后两个栏位。OK， 那如果我要知道里面有没有档案，有没有放资料的话，你可以切到 browse data， 哎，这个时候会有一笔、两笔，因为按两下嘛。哎，不过这里的话可能要修正一下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在执行，它又多一笔编号一，那重复了就有问题。所以哈、哦，待会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把程式稍微修改，改什么地方？也许就让什么这个编号、哦、最好可以怎么样？干脆自动加一号算了，自动编号嘛，就像 ACES 里面有那个自动编号功能，对不对哈？然后可以让它这个就不用去控制这个栏位啊，该怎么做？请各位先试一下，了解一下哈、哦，这个有关。在 Python 里面、哦、如何建立资料库，建立资料表、哦、并且先输入一点东西、哦、试试看、哦。